鲜红娇嫩的芋泥番茄不但皮薄汁多甜度高，尤其在温室内采用有机栽种，获得严选认证，即使产量比传统少，但品质好，难怪吸引许多民众游客一再造访，要将好水果带回家，相对增加农民的收益。礼拜六还要想再来，因为他的番茄太好吃了、啊、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说好吃跟外面比，跟外面比我觉得它甜度够，然后皮又薄，然后又是温室的，我比较喜欢。我家里人咧，我台北来这佚佗的啊。啊，你有感觉这食的卡玛多什么款？未歹食。安怎讲？甜啦，好食甜啦。油的部分有用无？无，伊拢无用啊，嘛肥嘛拢无拍咧，肥底咱若一般外口咧种，拢肥底拢降落对吧？啊，拢免过用，啊，伊这拢无咧拍肥底。所以咱的品质会较甜较好食。可能嘛是安尼关系，我是感觉大家吃的拢讲足甜的。要带各位来的就是我往事里头所种的番茄，这个番茄呢，有宜兰严选，还有产销履历，而且是零检出的哈，所以我们吃起来都非常健康。你看从园区里面摘起来不用洗就可以直接吃。另外大颗品种的粉丝也是壮围乡当地盛产的水果跟蔬菜，不论是直接品尝或当作料理都好吃，所以农会特别大力推荐。好好吃，赞赞赞，不够赞。怎么做？绵密，它你看它没有什么那个水分啊，弄松松安尼啊，而且他们都是爱食安上好食。尤其大人囡仔拢。这桑桑你唔捌食过，才好食，佮而且佮有甜，所以是当季的水果最好吃，尤其壮伟的，它这个是严选的。因为这甲它春天这个位啊，诶，迄个品质上好。安怎食？安怎食？看你是要用切来食，是要煮卵，还是要食做水果食？拢好，拢好食。因为这可能，迄个品质这都爱食个，足甜的。想要体验现场采果或是产地采购的民众，可以向壮围乡农会洽询相关农场的地点以及开放时间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